你到底是什么情形啊？先别紧张啊，先想看卖，咱昨暗的经过，昨我才有你的电话，你赶紧去救你啊！ 我拄着歹人，我卡电话给你叫你来救我。啊，不过后来代志我拢袂记。你现在怎会出现伫遮？我还袂讲完，你甲电话挂掉啊！我烦恼你出代志，我着定位你手机个位置啊。我伫定位行，找到一个仓库。仓库？啊，不过我根本无印象，我有去过什么仓库？ 我到仓库了后，我看你倒伫内面，手机被绑起来，我拢给你救你。啊！仓库门口，可能有人把门关起来，啊，结果有奇怪病人侵入来，我刷落来，我都唔知人啊。 是安怎？我无法度不予清楚，我即摆规日头毛伫烧，为着我甲子健无可能发生种关系啦。